阅读须知，缘起。一般莲友对偶益大师著作的认识，多数仅知道《阿弥陀经要解》《灵峰宗论》《教官刚宗》等三部，也因此对于大师其他的著作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致使大师许多珍贵的文字般若渐渐的淹没。后学当初在无意中请购到这套全集，在阅读部分后即有意将之输入成电子档，然因身边并没有懂电脑的莲友，因此一直迟迟无法开工，直至93年网路上流传这一套全集未经校对的电子档后，按是未小于美国佛教会资工会大于所输入，即欲将之校对并流通，在和莲友们商量后，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然因文字工作经验不足，又无精通电脑网路的人才，因此仅以客难的方式校对整理一次。这次校订的范围有三项：一、错字的订正，但若因纸本印刷不清或标点不明之处，大多为降之判读修订；二、将原电子档的新式标点全部改成和纸本一样的句号，这是考量到下标点对于文艺有非常大的影响，为免因校对而致使文艺失真误；三、页码的订正，这对编辑流通并不具太大的意义，但对校对工作却有许多帮助，而当初即考量自身能力之不足，故予以预留这个格式，期待具法眼之网路佛子们发心接续这个校对的工作。就校对后的文字正确性，后学抽象了许多处，除了纸本难以判读的地方外，几经很难再发现错误的地方，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在此非常感激所有参与校对莲友们的用心，非常谢谢您们，阿弥陀佛。目前校稿均已完成一校，感谢佛菩萨龙天护法以及所有发心的居士们。前言：一、偶祖全集共21册，约260万余字，是非常大的一套书，因此不论是要发心阅读，或是发心要编辑成网页流通前，请先熟悉整体的纲目架构。二、第21册为出家戒律，故未收录之。三、本文件均已完成一校，截至目前为止已费时13个月余，实际参与校对的莲友有11位，然而务恐人在所难免，诚恳祈求十方大德发心接续此次校对工作，若有发现讹误之处亦恳请不吝指正，非常感谢。四、在这次的校对中发现，在简体字和繁体字转换之间有许多字会发生错误，因此若要转成简体字前，势必要重新校订一次，以简体字阅读者请务必对于遗误处小心求证，一点小小经验提供参考。举例来说，繁体的云字和云字在简体中全部为云字。档案名称分类方法，举例以档案名称000者为目录册，001者为第一册。2008年1月为第八册第一部，8年2月为第八册第二部。3.4 年1月为该册的校对工作附注，这是记录一些在校对过程中所发现纸本遗误之处，
故只存于校稿 Word 档中，网页 HDN 档并不会出现。校稿文字编辑原则：一、页码 ，tilde p 是 page 页数 ，tilde s 是 sutra 经文，指的是经文本身 ；tilde d 是 document 文献、文件、经文的释文。这三种页码是为校对方便而加上去的。若要自行编辑网页时，页数请自行删除经文 tilde s 和经文的释文 tilde b。删除前必须要能很清楚的以断形或文字颜色的方式分隔出来。二、拆字规则：中括号内之字。文件中若有文字无法输入者，以拆字的方式来解决。符号作用范例星号水平方向的连接波等于经星号本斜线垂直方向的连接损等于竹斜线引 at 包含在内应等于为 n 大去掉字的一部分门等于间日加加到字里闲等于间日加月三小括号为原址本之加注小字原址本或加注于原文旁或加注于原文内四请勿擅自更改文书档内任何文字标点空格断形等格式若有发现有疑误之处恳请不吝指正五为尊重版权故目录册仅录出偶义大师年谱和偶义大师文选编辑繁例偶义大师全集目录偶义大师全集缺册目录偶义大师全集总目录未出版社的版权故予以删除令林峰宗论目录亦未录出改以网页编排的方式其余所有属于偶义大师著作的部分均属公共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流通但以佛教惯例故请勿移作商业用途按此小于阅读须知大于系校对者原文特此保留月藏之经月藏之经总目月藏之经卷一 tilde 卷十二月藏之经卷十三 tilde 卷十六月藏之经卷十七 tilde 卷二十五月藏之经卷二十六 tilde 卷三十一月藏之经卷三十二 tilde 卷三十八月藏之经卷三十九 tilde 卷四十四偶义大师文选宝镜法师鉴定学人中进选集序念佛及禅观论非时十界十六义论慈悲缘苦众生论月藏之经自序正千里老居士集序江宁寂正后序赠正完德念佛序赠张兴公序台宗会义自序放生社序劝念斗儿佛序月初开示千人放生社序四书偶义解自序退戒缘起并注语念斗儿佛书见于蓝盆会书海灯游书玄素开示睫毛修止观注原书向言禅人化斋十万八千僧书
灵岩寺请藏经书，永庆寺平制道图书，造毗卢佛像书，书无梦开居士博案卷后，题之眼动云图，金刚经拔，十大爱行拔，十大爱行出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书词技法有托钵扬母序后，写书法华经拔，唐氏女秀金刚经拔，明庆寺重建变革碑记，祖堂幽栖禅寺大悲坛记，并名端氏往生记，记了因前帝文调部望文，记专于大师爪法依波塔文，受新一大法师七秩序，预祝甘明宫六十受序，达元禅宿六智受序，结坛礼忏并回向古持咒文，礼千佛告文，会应四放生摄普劝戒杀念佛文，劝戒杀文，持演说，闻罪说，圣学说，法器说，臣子法名真朗，法号自招说，运莲说，一名求生净土诀，念佛三昧说，慈济说，孝文说，谦光说，做法说，辛卯除夕茶话，为大业，为父母普求枕八起，无心制服幽婆以往生传，妙缘尊者往生传，并赞心安成寂清传，并赞莲居衍心法师往生传，序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又必有非常之事，方显非常之人，故云诸佛出世，光耀大千，三草二木，贤瞻滋润。又云众生成佛，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夫世出世间，非常之人，无过于佛，非常之事，无过于了生死成佛道，诸佛如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为是出世之所尊也。二圣如张独月为众所讥，菩萨原发三心，独临于佛，然末世斗阵坚固之时，亦然以佛心为心，佛智为智，诚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者也。宝公法师住持观宗以来，道风远播，遐迩贤亲，四方学者群集请法，每值登座，虽广大讲堂，亦座位之满，直今还立户外者，比比皆是。公虽说法如云，话通中外，而度生之心，犹未稍及也。近来扩充两舍，造就弘法人才之根本，更创办学界堂，与初学比丘深进之机会。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又必有非常之事，方显非常之人也。非具大悲愿力，孰能于斯五浊刚强之事，大兴佛事也耶？
今岁季春上换之日，学界堂俨然成立，汝公辞命，为诸初学比丘教授文艺，于思经时之人，不难有才，而难有德。祭此五韶之年，正好以德育而熏陶之，为将来进修之基础。不以导习时弊，专以文学狂诱，最好将古德著述选作日授课本，彼之古德风楷之卓绝，气魄之苍劲，精卫之分，朗朗于五中，邪正之变，了了于藏时，未尝不由然生其好善恶恶之心也。恭维其言，命旧名偶义大师所着《灵峰宗论选集》一册，做学界堂日常教授，于退而从事选集，共得六十篇，皆切于身心性命之说，且篇幅不长，词句明显，即作兼顾信愿之精汤不可，即认为出世之前茅，亦未尝不可也。陆成秉肯保公应可，然后付诸首名。一亦难矣。学人中进传，念佛及禅观论，或问偶义子曰：参禅教观，与念佛法门，同邪异邪？答曰：同义皆系论也，即异痛异义，非痛非义，异系论也。以三种法门，无不离四句故。若知一切法，无非即心自性，人可四句而全显之。何者？梵语禅那，此云静律。静即是定，律即是慧，静即止，律即观，静即寂，律即照。是故定慧也，止观也，寂照也，皆一体而一名也。或谓寂照曰性，于二曰修，止观曰因，定慧曰果，不过一往语耳。夫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虽昏迷道过，灵之终不可灭，虽流转纷扰，本体终未常动，此岂非寂照真源？止观邪脉，定慧根据乎？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一持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念佛。盖念者始觉之智，佛者本觉之理也。就此念佛法门，有念自佛他佛自他佛之不同。若单念自佛，与参禅止观全同；若单念他佛，与参禅止观意义一同；若双念自他佛，与参禅止观非意非同。夫念自佛者，是四念处观，所谓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若一切法门不为四念处所摄，即外道法，故之与禅观痛也。夫念他佛者，或念相好，
或法门，或实相，或不能作此三种念者，则但持名号，若念相好，亦往似与禅观意，然必止息一缘，专观彼佛，则人与止观痛亦人与禁律痛也。念法门者立此可知，若念实相虽托他果佛未意，然终无两种实相，究竟是同。若持名号，亦往亦与禅观意，然无论解与不解，而所持之名，当体无非一境三谛，能持之心，当体无非一心三观。故曰：明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依。是则心无一缘，即是净是止。名号历历，即是律是观，亦究竟痛也。夫双念自他佛者，乐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乃托他佛，助现本性，由悟本性，故与禅观非异。由托他佛，故与禅观非同。是谓甚易方便，无上法门。文殊般若经，般州三昧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皆名此圆顿了义。而妙宗超深知为祥，凡七心净土之事，不可不熟究而力行之也。非十十戒十六义论。客问度多子曰：吾闻杀盗淫妄，名为性罪，饮酒昏迷，失智慧种，食众生肉断大慈悲，是以如来智戒，七众同尊，故无惑焉。至于常食养生，有何过咎？而非时时戒，如此言邪？愿闻其旨。度多子曰：吾正欲深斋法之要，以鬼行人，实哉问也。夫斋法是十方三世诸佛弟子，通行大道，出生死法之要经也。渔夫逐逐口腹，甘为饮食之人，既为此律简，其便其利益。今缘如来立志本意，尽善尽美，何能单数？略而举之，大义有时，一段生死缘。今云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又云三界众生，皆因饮食而得存活。所谓断食、触食、思食、食食，由此观之，淫欲故生死正因，饮食乃生死第一增上缘也。均为五欲所摄，特资此独身，戒之修道，不能全断。然摄得时时，上作旷野食子肉想，何容自意于非时邪？二表中道义。台宗云：五前进食，表方便道，由似有法可得，过中不食，表除中道外，更魔所需，此之理观。
劝脱世境。倘粗戒尚不自持，非同俗人，夜有饮食，放纵之不及，即同外道，日啖一麻一脉之太过，行不适中，庙里何由气会？三条身少病，脾主性数数食，最能伤脾，故玄门以戒晚食为养生善术，起名忍饭。四道业尊崇，赵州云二十粥饭是杂用心处，二十以杂，况三四邪？如曰，饮食之人，则人见之。今恪守斋法，专精办道，道业自隆，五兼顾戒品，晚食助火助气，增长淫心，精济而清净，戒体坚牢，六堪能修定，断其杂食乱想，身心清丽，取定不难。七出生智慧，晚餐助昏改，精清净心计，不张官会，又于四种时，如法作宴理想，即能断三界惑，八离鬼畜业，畜生无后时，鬼业时，不持斋法，鬼畜无益，迁入其类，持此斋法，远离二趣深渊。久不恼弹性，未尝起食者，设午后更复持播，则终日旦见沙门往还，必令施主生恼。今午后为宴作修道，能令僧俗皆安，施不扰行人。今时丛林晚餐，除人为事吹窜，终身碌碌，不亦庸功？斋法若明，则无此烦扰，共修道业，是以诸佛出世，必立此志，乃至在家居士，由令于月六斋日，受八关斋法，以众勇出因缘。况沙弥比丘，可无惭无愧，非时受时邪，设有病苦因缘。佛自立非时将，七日要以祭之，断无以晚食为药食之理也。愿高明者，深信而力行之。慈悲缘苦众生论，自佛性之理不明，同体之意思会，但知好善恶恶，往之与乐拔苦，异类傍身，渺若草芥，淋雨最苦，是作当然。谁知蠢蠢寒生，知觉无别，冒冒恶党，人类是奇，迷信灵而有一招牵，以未可泯，因素障而无端离往，有属堪哀，乃有目睹凄惶，耳聆哀叫，不为莫不关怀，方且快称应耳，呜呼，悲鸣拔苦，舍此辈以何缘？慈名与乐，向善去而希益。戒本经云：菩萨于恶人所起慈悲心，生于善人，良有以也。未探思止，
借口成非，自是暂居福报，邪慢淫怀，庆他俱受苦轮，罗刹无益，岂有稍勿常住慈心，而无同体切肤之痛者邪？或曰：慈悲与拔，乃果上之功能。惭愧劝臣，识因中之妙行，故尊崇贤善，明之为惭；轻惧暴恶，明之为愧。惭愧自言，方能断恶修善，慈悲利物，乃世皆是度生，何得初心？借口大圣一勿以夫慈悲惭愧同称善心，因中乃可同修，果上方能同满。若如子论，则菩萨不修，似无量心，佛果不明具足惭愧，失计非细，罪乃弥天。具之慈悲惭愧，恰恰相成。有惭愧者，方有慈悲；无慈悲者，即无惭愧。盖由了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观佛即心是生惭愧，观身即佛是起慈悲。尊崇本有贤善之性，随愿与一切众生性德之乐，轻惧迷真报恶之习，随愿拔一切众生性德之苦，有一分惭愧，方有一分慈悲；有十分慈悲，方为十分惭愧。汝今见此铜柄血气，同报灵觉之流，备自真心，往受困苦，不思枕拔反起傲心，不为无慈悲，正属惭愧耳。倘悟明心性，却知身佛体同，见此未来诸佛，枉堕三途八难，便当替悟伤心，偏手知足，如饥食可饮，欲罢不能，何忍视作饭肠，反以救援位于物邪，只恐前生之善报有限，他世之苦果无穷，既永隔于缘悲，诸佛亦难受手。今日所以笑傲苦轮者，他日复为苦轮所笑傲也。悲夫，月藏之经自序，心外无法，祖师所以是即法之心，法外无心，大士所以阐即心之法，并传佛命，绝彼迷情，断未有欲弘佛语，而不知深究佛心，亦未有寂悟佛心，而人不能妙达佛语者也。今之文字阿诗，拍盲禅旅，竟何如哉？呜呼！吾不忍言之矣。习世尊是涅盘，初祖大迦叶白仲于如来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先结集三藏，勿令佛法速灭。皆皆倘三藏果不足传佛心，初祖何以结集未及物耶？且为禅宗有三藏，由一丘之有其子也。三藏须禅宗，
由其子之虚火眼也，居依其子也。善易者，者者皆活；不善易者，者者皆死。君此三藏也。知佛心者，言言皆了义；不知佛意者，字字皆疮疡。然未成随语身见，遂欲全弃佛语，又贺一因噎废犯哉？夫三藏不可弃，有饮食之不可废也。不调饮食，则病患必生；不嫌三藏，则智眼必昧。故历朝所刻藏尘，或随年次编入，或约重担分类，大小混杂，先后失准，至战略者，茫然不知缓急可否。故诸沙所供大藏，不过仅存名句文身，封间保护而已，无有令略者，达其指归，辨其全实，佛祖会命，真不斥九鼎一丝之句。为宋有王古居士创作法宝标目，名有运空沙门，四座会目一门，并称两古。然标目仅顺宋藏次第，略指端倪，故未尽美。一门创一五十教位，粗陈梗概，亦未尽善。续年三十，发心月藏。次年务必如稿兄于博山，谆谆以异类全次为主。于是每展藏时，随月随路，凡立龙居九华，霞章、温陵、幽栖、石城、长水、灵峰、八地，历年二十七寺，始获成稿，终不敢口判虚空。但借此稍辨方位，彼为月者，知先后所宜；以月者，达全时所设；一持者，可及约以时广。闻持者，可会广以归约。若全若实，不出一心；若广若约，咸通一乡，名为月藏之经。正千里老居士集序，人不立志为圣贤佛祖，则富贵迎之，贫贱迎之，威武屈之，欲得一心然志满，欲失一分然愿由，求能自反自诵自安自得者先矣。况随是自觉觉他也哉？吾细读千里老居士稿，知其非山人此刻，盖谪仙而归心大觉者也。生平会普门相最多，相必有赞，不待相亦然。赞必仅发迷情，其词切至，令人毛骨悚然。似多达摩相，相赞必敲击向上一路，令人因指见月，会山水必涌。永皆轻脱回超情类，非词句能道也。而与游福音者，则在自劝自警自悔自救诸句，量以其心，念念欲入山修道，幻缘未遂，不免赖至长往。呜呼，
苟不与老居士同一出世胸怀，安知其生平之苦？苟不知其生平之苦，又安知其真思出世哉？长公完德，知父志，知父志，令与赐其稿传之，守普门赞，赐布袋赞，赐达摩赞，赐提化诸师，其他边引图、天母音图等，秀造别行，资不重出，试展完之，真哲仙归心大觉，绝非世间山人此刻也。呜呼！佛道长远，志在目前，虽在目前，况大劫行，终不可尽。是有不知其难者，恐未曾识悟其意者耳。千翁已知其难，虽欲不为之以悟其意，岂可得乎？善论者，为千里品格风致，不在于可难攻下也。将宁继正后续，心性一耳，而为为一焉。义者由冰之与水也，失性不可得而义也。为义故，上至安富尊荣，下于贫穷困苦，为不可得义故，上至必以下于卫心慈运悲之地，下于必及上至为救苦免难之主。华严云：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一切菩萨若无众生，必不能成无上菩提，只哉其言之矣。辛卯春，常干家徐隐语，民不聊生，盖自作之业也。至台马公，即王为诸公，敏资无告，设镇州场一十余所，凡经百日，共捐万金之外，计饥民七十余万，皆乎非仗此不可得意之性，何由使命将绝而人去，生濒死而复生乎？且时周请，纵顽民无不知口称佛号，心感慈恩者，至此一餐，便结未来成佛圣缘。金刚种子绝不可坏，非普门是现载观行菩萨道，昔能转罪未服，转灾未降，若此神速也。虽然民未厌罪，天未厌乱，上管天意，下枕于民，唯有力大人士脉，与计身庆事举，犹望恒有事举，犹望莫不如事举，则数积风雨顺时，可有无用事举矣。赠正完德念佛序，常读十六观经云：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众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一，此真念佛三昧之力要也。盖言作佛，不言是佛，则谓佛非故有，何意全成？
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谓佛非修正，何殊魔外？故大佛顶经发明是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愿出。夫知其本因，则十界无不及心而是，为佛界非心是乎？随所愿出，则十界无不由心而作，为佛界非心作乎？欲己矣。悟千里正老居士见所会圣相，唯系精妙巧于天宫，恍悟心作心事之旨，长功完德，由穷功极致，完德久参念佛是谁公案，与为狗姓氏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语，而更参谁字，可令人捧腹大笑。大集经记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生妙禅，至心想象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大势至法王子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永明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寿昌禅师云，念佛心即是佛，夫何疑哉？夫何疑哉？赠章心公序，论语开章，即明实习之学，而孔门称好学者，不过言子一人，学之道，故难言哉。老单位未学日益未到日损，夫学于道，果可其也，何以称大学之道也？不迁怒，不贰过，损乎一乎？清明止至善，一乎损乎？风雷易，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山则损。君子以诚分治愈，诚分治愈，改过之大者也。改过则复于本善，名为迁善。非别有善可迁，故名损亦不二者，可知未学未道之一致矣。是之言学者，不然。习辞章，公举也，以取富贵也。摩字帖，经师文以成名事也。考古经，博典籍，以物多闻也。究兵法，商政治，以立事功也。上气节，敦廉信，以明高洁也。谈明理，辟事老，以序如燕也。看公案者语录，以复禅宗也。守丹田，调呼吸，以固形神也。吸天下国家可君也，绝路可辞也，白刃可导也，圣贤先祖亦可习而祀也。故孔颜之学不存焉，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中者，喜怒哀乐未发之谓；庸者，喜怒哀乐发皆终结之谓。发皆终结，
则恒止恒依，不违于未发之中，不迁不二，则戒慎恐惧，善复于止意之体。夫止意之体，甚凡平等，故为天下大本，而终结之和，必从戒慎恐惧，乃克制之。是故孔子大圣人也，有以得之不修，学不讲，文艺不能图，不善不能改为优，其故作千词，臣之心体本妙，学历未亦穷尽耳。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天台诗云：眼睁穷望，明之为学；睁穷望尽，名为无学。嗟乎！无学非可浪嗟，则思学宁有以时。逝者如斯之叹。孔子之言学也深矣，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死生尚无二志，其以老少亦其心哉？欲既以见居士，知未至学之事，鬼未应普得请居士日来听法资请尤多，然举业未放下，学历盖未专也。亦有冬与居祖堂，丙戌春，居士来晤，始专以思学未悟，今望六之年，更觉津津有味，欲罢不能，欲于金陵资宿，求年弥高至弥度，不肯自封于一的者，居士一人而已。居士之好学，唯与喜之，而与之言学，亦为居士能深信之。与安得人人如居士者与之言学，近可望临风之辟，远可缓极乐之归，乃如居士者不可多的也。与是以念念思极乐，时时亦临风也。与居士不隔者学脉，居士纵不能协于临风全时，必将同我极乐真持也夫。台宗会亦自序，或问偶一子曰：吾闻讲法华者，莫善于台宗智者大师，妙悟后，以不思议似无碍变，宣玄亦闻句，张安尊者，既未各二十卷，不亦阿难解集，待今昔尊者，又转记以示迁，即闻俱记，于是教官大名，称为中心列祖，依之修正，得道如林，圣人复起，不能坠一词矣。乃见子伦冠拔，亦云黄鹤楼诗，李白阁笔，今无故复试管成何哉？偶一子曰：一，此与万不得已之苦心也，方与欲温林树轮冠也。欲诱天下学人，无不究心三大步也，屈指十余年矣，舍弊耳聋，曾不得两三人，正是教官，则以浩繁而心望洋之叹，倘不稍事节略，
则选千妙月诸圆顿法，甘使其中至高阁乎？曰：若是。但节录文具极记，例如妙选节要可耳，何更科一文？窜入几义，执名为会一邪。曰：是由不得已也。古者书与经各行，若经亦奥，发挥不厌声响。经文显，分科点事而已。后人强以书合经，遂使经文句斗割裂。经欲随文演绎而人不伤经文血脉，科安得不烧更乎？智者大师辩才敷衍张安结集，虽全合大师之意，未必皆是大师之文，故比例古朴不是雕巧，唯九独方之奇妙，初心之事，对卷茫然。文安得不烧一乎？今昔尊者，经经百炼，文艺俱深，然唯有六朝风气，稍服时机，致其产泄言外之旨，并非寻情数墨者所能知。不羁亦未窜入己意乎？夫法华经藏深故悠远，智者大师弃其源，起敬宣其位，张安尊者祭其盖，起敬录其详，及今昔尊者阐其要，亦起敬惜其曲折哉。兹以凡愚，千虑亦得用斗时机，安得必备古之贤，不竭寸名，复窃取其意之科也邪？知我者其为会意，罪我者其为会意矣。放生摄序，佛以杀生为首戒，如以好生为大德。陈汤解网，子产处余，凡全无恻隐而已，充恻隐之心，人不可慎用，隐身处内，便是大慈大悲，人心佛心，有二心哉？人心不异佛心，则娑婆不异极乐，谁谓劫浊不可转也？欲及人心正佛心，转劫浊成净土，数莫妙于放生。放生一把，为阔与酒，一杯水不救车薪火，舍人各一杯烟，一杯不已，再一杯烟，杯水多，车火未有不灭者。金沙玉纷纷，并同分恶业招感，非慈三昧水，孰能习之？非知宣明心学，渠谈心法者，孰能行之？既身眼放身舍，觉而复续，续之者皆如门高足也。诚以弘一阶中树之传，使此舍由阔而久，则今天伟地玄干转坤事业，尽在其中。苟不复此舍，思不复孔门道脉，灵山复主，就竟未不复本有恻隐之心矣。劝念斗而佛续，心之本觉曰佛，心之始觉曰念，故本觉之在人心也，四意而恒同，乃始觉之随人用也。
虽同而恒异，是故被称合绝，便名始绝。被绝合成，便号无名，无名无体，即以始绝为体，始绝无相，即以无名为相。是故众生念五欲时，即名欲界无名；念四禅四空，即名色无色界无名；念断肠，即名邪见无名；念涅槃，即名界外无名。唯有念佛之时，即名始觉。故曰：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众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故一切法门，无不从此念佛法门流出，无不摄入念佛法门中。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直结圆顿，离见超情，马祖即心即佛，盖深得乎此也。夫知即心即佛，断无不念佛时矣。而迷者误认缘引为心，又妄为心即即佛，便不虚念，故不得已转为方便，曰非心非佛。又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等。此趣为中下解年去复，非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本旨矣。后世竹快寒炉，反以非心非佛，乃至种种显具为奇特，以及心即佛为平常。何意是八斗带黄，土气高粱美味者也。同城有二人结伴为客，一死半葬之，挟资还其父，父疑半愤甚，往师处陈迹哭诉，鬼与半问答，如生前，乃同归作证。中途遇事，偶一念阿弥陀佛，鬼大患，何放光不我？更速转数念，鬼俱曰：汝一念，凶折书五色光十余丈，炫我心目，不能复尽汝矣。归与我父，令自来，当为汝雪冤。半因此醒悟，出家为高僧，皆皆复具一念，光轮遍书。故寿昌大师云：念佛心，即是佛也。起经时念佛，他时成佛哉？习鬼不种善根，不闻佛名，故今不倘本念佛人，仗此良缘，宁不顿超乐土邪，闭关之居士，参敬天下那僧，乃死心念佛，求生净土。兼劝人以斗念佛结佛缘，人生一斗耳。当念佛时，身即放光，所谓佛身充满于法界者，非乎？今以斗念佛，斗必放光，以放光斗，作放光时，
入众僧父，无论其人念佛不念佛，皆必恒放光明，令欲思光者，有心无心，皆得解脱，光光相照，成无尽灯，则身界顿空，更不必别谈向上，便是向上即则公案矣。僧问赵州，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周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以此陈言为证。月初开示千人放生摄训，与幼虫理学，知天地之大德曰深，恻隐为人之端，翻疑世事，齿谈无声，不近人情，稍常见儒者虽言明褒物语，及其自口肥甘，则尽脱远刨除为人数，曾不能思刀针嚎叫之苦也，虽不忍一念，必不可灭，然为贪忍一说所蔽，终不能生，而放生加慧，每创自世子，且推力结亲缘，是以同体四大究极，已皆有佛性，其为好生以德，必使大地寒灵尽正无生而后已。依稀由此言之，非达无生，何能好生？非真好生，何正无生也哉？从此不作名教，飘然至法，盖臣有见于出世大慈大悲，方士大忠大孝，大仁大智，故不肯以夜郎自封也。月初开示，是劝千人放生，同修慈心三昧，欲为此三昧，当使沙尘共振，何止千人？千人云者，且就凡夫现前分量所及而已。千数既毕，定力千佛，必六道悲仰，与诸佛慈力，果彻应该，供养千僧，彼悟是理何容？生佛不二，好生无生，若是若理，皆以数穷恒变矣。四书偶一解自序，偶一子年十二谈理学而不知理，年二十习玄门而不知玄，年二十三参禅而不知禅，年二十七习律而不知律，年三十六演教而不知教，逮大病积绝，归卧九华，斧子以为转，糠皮以为粮，忘形骸，断世故，万虑尽灰，一心无忌，然后知如也，玄也，禅也，律也，教也，无非良业与空权也，随因海所欲而诱之，诱得其宜，则哑哑而笑；不得其宜，则呱呱而泣，泣笑自在因海，于父母悉加损焉。故而笑则父母喜，而泣则父母忧，天性相关，有欲罢不能者，
伐科伐科，其则不远。今之有余人者，及后之有人者也。倘犹未免随空权狂业而弃孝，岂可以诱他乎？为时彻因比丘，相从于患难颠沛，律学颇安，禅观未了，屡策发之，终隔一魔。元至诚请命于佛，究得须及四书注显第一义地，遂立即为拈大指，彼而至诸寺中，屈指十余年，彻因且常往矣。节节世脉人迁，身世何时？见闻如故，今故何属？变者谓始变，不变者亦谓始不变。上刻一分无常，一分常之边止也哉？今下数成为实心料，偶以余力越旧稿，改篡未妥，增补未备，首论语，次中庸，次大学，后孟子，论语孔氏书故居首，中庸大学皆子思所作居次。子思先作中庸，代理列位三十一，后作大学，代理列位四十二。大学首章在明明德，承前章末与怀明德而言，本非一经实传，旧本亦无错简。王阳明居士以便之矣。孟子学于子思，故居后。解论语曰典经，开出世光明也。解雍学曰直指，谈故二心源也。解孟子曰则汝，饮其纯存其水也。佛祖圣贤皆无实法坠人，但为人解年去复，今亦不过用些出些，助发圣贤心印而已。退戒缘起并主语。秩序。